闪发亮。姐姐，大家好，我是海苔哥哥。哎呦，怎么了啊，海苔哥哥，你很累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边，那走动机在，对，哦，还上面一点，啊，哦，好酸哦，天哪！喂，你怎么全身肌肉酸痛啊？你怎么了？谢谢彤彤姐姐帮我按摩。不是啦，我昨天去参加那个运动会啊，我很认真的比赛哎，结果现在全身酸痛哦。哇。你有去参加比赛哦？那你第几名啊？我，说到这个我就难过，我没有得名啦，我输给了隔壁班的小树。啊！我跟你说，说到这个比赛呢，哼，我也觉得那个运动会其实也还好嘛，我也没有很想要拿第一名啊，就下次不想参加比赛。是吗？嗯。可是我记得以前每次比赛的时候，海苔哥哥都最想要拿第一名的，怎么这次突然不想了？没有突然啊，我其实我以前其实也没有很想要得第一名，真的。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酸葡萄心态吧？彤姐姐，我们明明就是在讲运动会，跟酸葡萄有什么关系啊？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就知道什么是酸葡萄心态了哟。有一只狐狸，狐狸，它饿了很久，所以呢，它就跑啊跑，跑到一个葡萄园里面去，问问看小朋友，请问葡萄长在哪里？我知道，葡萄一定是长在。底下嘛，因为我们都拔葡萄，一定从地板上，不是地土地里面拔起来。海苔哥哥，是拔萝卜吧？是拔萝卜，不是拔葡萄。拔葡萄啊！哎，那葡萄在哪里？好，葡萄长在哪里？树上。Q 妹说树上。哦，是吗？树上，我没有看过树上的葡萄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你闻闻。在那个
草地上，草地上，还有没有其他？琪琪在土里里面那样长着，慢慢长，然后结果拿着就有葡萄汁了。你看，我跟琪琪一样，其实都是从土里面拔出来的。嗯哼，我来告诉大家，其实呢，这个葡萄是长在葡萄藤上，然后是藤蔓往上，然后从上面摘下来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呢，那个农场主人呢，他就会搭一个很高高的架子，让那个藤蔓可以顺着它爬上去。哇，可是狐狸这样抓得到葡萄吗？对呀。然后他就这样子抬头看着高处的葡萄，看起来又多汁又甜美，哦，越看越饿，好想吃上面的葡萄啊！可是他这么高怎么办？所以他就奋力的跳，我跳，我再跳，跳跳，我一直跳，跳跳跳跳，哦，跳到他都满头大汗，累死了。结果还一颗葡萄都没吃到。哇，那我们要来想想看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抓到葡萄。对，大家来帮帮这只狐狸好不好？如果这个葡萄很高，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上去摘葡萄？哦，他们举得很快哦。好，第二先说。爬上去。哦，爬上去。爬树爬上去。哦，这是一个方法哦，爬上去。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来，文文。摇树。哦，摇树怎么摇？怎么摇？摇一下我看。这样摇。这样子摇，把它那个葡萄摇下来。哎，蛮好的哦。好 ，Q 妹。用那个楼梯，楼梯架楼梯，然后爬上去摘下来，哎，好方法哦，不错不错，来你的，就是那下面有树干很长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哦，拿一根长长的树枝上去给它把它拔下来，让它掉下来，哎，聪明聪明，用道具好，琪琪呢，用晒衣服的那个杆子把那个很高的那个葡萄把它弄下来，哦，还不错，大家想象力都很好，哎呀，可惜就是小朋友都没有认识这个主角狐狸，他就没有方法，这个狐狸没有小朋友这么有创意，对，他就一直跳，跳到后来越来越没有力气，我生气了，哼，我看啊，上面那个葡萄，吼，闻起来味道也不香，一定是酸葡萄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我才不想吃呢。哦，彤彤姐姐，我懂了。我知道你要说这个故事要干嘛了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就像我一样啊，我明明就很想要得到第一名，就因为我没有得到第一名，我就说我其实才不想比赛的。对，酸葡萄心态就是说，当你很想要一个东西，但是却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批评他。哦，我懂了啦。可是这也不能怪我啊，我就是比赛输了，我就会难过啊。对，有时候比赛输了，真的那个心情会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小朋友一定有比赛输的时候。你们有没有比赛输了的时候？有吗？有啊，你比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比赛，那是跑步，然后我也是跑最后一名。你最后一名哦，那你那时候有哭吗？没有，没有哭哦。那你都没有难过吗？一点点，有一点点难过。哦，好，那文文，你比赛什么？跑步，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想要得第一名，可是我但那时候我得第二名。哦，你得第二名，那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？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得第一名，我是得第二名，对不对？有难过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。哦 ，Q 妹，你也有难过，你怎么了？你有比赛啊？我之前跟姐姐玩抽鬼牌的时候，我一直赢，不是，我一直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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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到我都一点点难过。哦。那你有没有生气？你有生气吗？有跟姐姐吵架吗？有。有没有说我不玩了？那你们最后有和好吗？哦，你看，对啊，小朋友有不管比赛玩游戏也都会输，就跟我一样，我也会难过啊。对呀，可是比赛本来就是这样，有输有赢，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赢，很想要第一名的话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要努力的练习，然后有一天就可以得到第一名了。哎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好，我懂了，我不可以像这只狐狸一样酸葡萄心态。好，那我呢，明天就会去跟小树很有风度的跟他说，恭喜你得到第一名了。嗯。
没错，当别人得到第一名获胜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很诚心的跟人家恭喜恭喜，帮他拍拍手哦，这就是运动家精神。没错，那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喜欢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哥哥姐姐说故事，拜拜。牵牛花，我要爬到墙外去，看看世界多美丽。小乌龟慢慢爬，刮风下雨不害怕。我要爬到森林里，拜访动物玩游戏。爬呀爬呀爬呀，树下喘口气，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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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一片青草地。小乌龟慢慢爬，肚子饿了歇一下。小姐真神奇，跟我赛跑争第一。小乌龟慢慢爬，听到浪涛哗啦啦。我要爬到大海去，游向广阔的天地。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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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见一条大鲸鱼。别针真好看哎，世界上唯一的一个，没有第二个了。嘿嘿，魔镜魔镜，甜甜仙子快出来！哎，是谁在叫我啊？是我啦，甜甜仙子，你看，哇，小蜜，你这个别针好可爱哦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嗯，对啊，我昨天去猫猫家玩，是猫猫教我做的。那你可不可以也做一个送给我？不行哎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昨天猫猫跟我说，这个瓶盖别针是你教他做的，然后就给我看你另外送给他的别针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上一次我跟猫猫在讨论废物利用要环保的话题，啊，我就是那个时候教他做的啊。没有想到猫猫那么厉害，
现在都能当小老师教大家了。对啊，某某好厉害，所以只有他有，我都没有。小蜜，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说话？很酸哎，你吃柠檬吗？啊，我才没有吃柠檬嘞，我是喝莱姆汁啊。柠檬、莱姆，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甜甜仙子，你在笑什么啊？没有啦，我就是觉得你很可爱。啊，谢谢甜甜仙子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我一个问题？当然没有问题啊。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比较喜欢猫猫？小蜜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因为你都有送猫猫你亲手做的别针啊，而我都没有。上次的遥控汽车你也送他一台限量的，还有上上次你送他……小蜜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因为特别喜欢猫猫才送他。那为什么我就没有？小蜜，我猜你该不会是为了别针的事在吃醋吧？对，人家也想要有甜甜仙子做的别针嘛。哎呦，小蜜，你不要吃醋，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也有做一个给你。上次我会先给猫猫，是因为我先遇到他。我今天也有带你的来哦，不是你看，甜蜜拉拉，哇，真的耶，好棒哦！原来我也有，谢谢甜甜仙子，不用客气。那小蜜，你现在还在吃猫猫的醋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得到甜甜仙子做的别针。对呀，小蜜，你以后不要再吃醋了啦。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还有猫猫、点点、亮亮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如果有礼物，我一定会送给你们四个。谢谢甜甜仙子，我最爱你了，啾咪！我也最爱你了，亲个嘛。什么馅？